three, two, one. Here we go, into a jog now.活动刚做完，换一件身，因为我要穿棉袄，然后里面穿一件羽绒棉袄，然后再穿一个衣服，就是我感觉我的体重就在那个地方下不来了，所以今天想要用跑步的方式，让自己瘦到一个我想要的目标。没有瘦到继续跑，瘦到了就 OK。还有两天就要去时装周了，感觉好像还没有准备好，好累。工作一直不断的在进行，我的任务是越来越重。睡觉也睡不了几个小时，仿佛又回到偶像练习生。Yeah!